张唐咏，正义的人像像棕榈茂盛，似黎巴嫩的香柏高耸。他们被栽植在上主的殿中，在我们天主庭院里繁荣。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各位弟兄姊妹，昨天我们就庆祝了这个福若瑟啊。今天就庆祝呢一个不是圣人，是真福啊，都是在天堂上面啊。雷永明，雷永明，真福雷永明。真福雷永明呢就昨天我说就是这个福若瑟呢，就是香港留得有时间去服务的一个圣人，唯一一个圣人啊。咁咧，但系雷伟明咧，作为一个真福啊，香港就服务咗好多年啊，服务咗几十年。咁佢咧就我哋尤其是今个礼拜咧，上个礼拜日啱啱庆祝咗呢个圣言主日咧。今日庆祝呢一个圣言咧，其实就非常之贴切啊，因为系雷伟明呢个真福咧，带咗俾我哋第一本天主教嘅中文圣经咧，带咗俾司古圣经俾我哋啊。佢作为一个意大利嘅方济各会士啊。他廿几岁咧就知道中国人冇圣经啊，就系嗰阵时净系天主教里边咧净系得呢个圣咏集，咁佢就话我要帮佢哋吓译呢个圣经啊，等佢哋中国人咧有中国人嘅中文嘅圣经。咁啊多谢雷永明佢嘅工作咧，唔单止佢替做咗呢个工作，佢仲建立咗呢个圣经学会啊，首先喺北京，跟住喺香港然后咧仲有人咧派咗喺呢个。圣地嗰度咧，去继续去研究呢个圣经嘅工作，特别系为华人嘅服务。因为佢咧令到好多嘅中国人嘅神父啊，同埋教友啊，有机会参与呢个圣经嘅拓展嘅工作。变咗唔单止系一个外边嘅人，而令到我哋吓作为中国人咧，都可以更加系被升华去参与，更加同圣言咧建立一份关系咧，去拓展。圣言在华人的理解，在华人的学识，在华人的推广方面。我们来到上主的台前，我们感谢这位圣人的工作，他的牺牲，他为我们华人的服务。让我们诚心忏悔，准备自己也都渴求这个圣言，能够听入去脑海之中，改造我们的心神，也都是在圣言临在圣体圣事里面能够可以真实与我们共用。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同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你恩赐真福雷永明神父坚强的信德和中途的精神，他曾远涉重洋以圣言服务中华教会，求你帮助我们藉真福雷永明神父的代祷和榜样，热爱圣言，聆听圣言，并在圣言的光照下时常履行你的圣义。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攻读至希伯来人书。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是未见之事的确证。因这信德，先人们都曾得了褒扬。因着信德，阿巴郎一蒙召选，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产业的地方去了。他出走时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因着信德，他旅居在所应许的地域，好像是在外邦，与有同样应许的承继人伊撒格和雅各伯寄居在帐幕内。因为他期待着那有坚固基础的城，
此城的工程师和建筑者是天主。因着信德，连石女撒勒虽然过了适当的年龄，也蒙受了怀孕生子的能力，因为他相信那应许者是忠信的。为此，由一个人，且是由一个已近于死的人，生了子孙，有如天上的星辰那么多，又如海岸上的沙粒那么不可胜数。这些人都怀着信德死了，没有获得所应许的，只由远处观望，表示欢迎，明认自己在世上只是外方人和旅客。的确，那些说这样话的人，表示自己是在寻求一个家乡。如果他们是怀念所离开的家乡，他们还有返回的机会。其实他们如今所学念的，实是一个更美丽的家乡，即天上的家乡。为此，天主自称为他们的天主，不以他们为羞耻，因为他已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因着信德，阿巴郎在受试探的时候，献上了伊撒格，就是那承受了应许的人，献上了自己的独生子。原来天主曾向他说过，只有由伊撒格所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他想天主也有使人从死者中复活的能力，为此他又把伊撒格得了回来，以作预像。上主的话，感谢天主。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因为他眷顾了自己的子民。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因为他眷顾了自己的子民。上主在自己的仆人达味家中，为我们兴起了大能的救主，正如他藉历代诸圣先知的口所说过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因为他眷顾了自己的子民。他拯救我们脱离敌人和仇恨我们者的手，他向我们的祖先施行仁慈，记忆起他自己的神圣盟约。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因为他眷顾了自己的子民，就是他向我们的祖宗阿巴郎所宣述的誓词，因此我们从敌人手中被救出以后，无恐无惧，一生一世在他的面前以圣善和正义侍奉他。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因为他眷顾了自己的子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获得永生。哈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马尔谷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一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海到对岸去吧。他们遂离开群众，就照耶稣在船上的原状带他走了。与他一起的还有别的小船。忽然狂风大作，波浪打进船内，以致小船已满了水。耶稣却在船尾依枕而睡。门徒叫醒他，给他说：师傅，我们要丧亡了，你不管吗？耶稣醒来，斥责了风，并向海说：不要作声，平定了吧。风就停止了，遂大为平静。耶稣对门徒说：为什么你们这样胆怯？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呢？他们非常惊惧，彼此说：这人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上主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吕永明神父咧，佢嘅生平都记载咗喺呢个我灵赞颂主咧嗰个圣人嗰、那个嗰、那个 tab 嗰度啊，咁你可以自己睇啊，因为比较长少少，好多嘅年份咁样。咁呢度都好简略咁样去讲啦吓，即系神父都其实唔系好认识啊呢啲圣人啊，香港嗰时咧根本唔系好多人讲啊，咁啊十几岁过咗嚟呢边更加唔会识啊，咁都系近年来开始多听呢啲咁嘅。在香港服務的封了聖封了真福的人、如果大家都是新學的那就一起學吧。吕永明呢他是1907年在意大利出世的，他呢就入了方濟國會的，很小的十多二十歲入了方濟國會。我最初剛剛講就是他知道了中國人沒有這個聖經的時候呢，即是沒有華語聖經，只有那時候只有聖詠集和一些祈禱文的時候，他就說我要幫他們去做這個翻譯。當然雷永明本身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很厲害的人，這個也不是他原本的名字，也不像他原本的名字，他入了修會那個的名字，即原本他就叫 Giovanni Stefano Allegra， 入了方濟國會之後他就改了個名字，有個會士的名字就變成 Gabriele Maria Allegra，咁你睇落咧，即系都唔似呢個雷永明，唔知邊度抄出嚟噶。我諗個雷字咧就嚟自佢個佢個 last name 最重個音啊，阿 Leg 啦嚇，咁啊雷，咁啊永明係自己作嘅，我諗嚇。咁佢就知道我哋冇聖經咧，就話我要幫佢哋啊。咁佢真係有呢個能力，有呢個學識嚇，佢學到聖經嘅語言啊，對聖經有要研究啊，有個熱愛嘅聖經嘅本身嘅呢個嘅取向啊。咁但係都即係熱愛咧，想學好多有關華人嘅文化語言啊咁樣，咁所以就立志咧嗰陣時要去外方傳教，要去中國。咁但係佢就體弱多病啊，體弱多病，咁所以都搞咗一段時間咧。佢最初都懷疑佢可能去唔到嘅啊，咁但係就求聖母啦，聖母就幫咗佢啊。咁佢好後生啊，嗰陣時去嘅時候嚇，嗰陣時佢都係20多歲啊，一個會士。咁就去到咧，嗰陣時喺湖南咧，方濟國會咧有個基地喺度嘅，咁去咗嗰度啊，咁就學個語言啊，好多嘅嘢啊咁樣。咁大家知道嗰陣時33年，應該係33年去到中國嘅。咁知道嗰陣時都開始唔穩定嘅啊，咁啊仲有幾年咧就即係嗰陣時都打緊仗啊，知道即係你共產黨同埋國民黨已經打緊仗，跟住再過幾年日本仔啊打到嚟啦，咁係佢呢段時間一直係。好長嘅時間咧，都喺中國度活躍嘅。咁到4445年咧，正翻返意大利，跟住4年之後又再翻返嚟。好似4041年度翻返去意大利，跟住44年又翻返嚟。咁嗰次翻嚟咧，就去咗北京。咁就發覺咧，佢自己一個人譯唔到啊。同埋就算譯咗咧，佢都驚佢自己，因為唔係中國人咧，可能用詞咧唔係好適當。咁咧就揾咗好多嘅嗰陣時嘅神父啊，亦都有啲嘅執事啊，有啲教友去幫手成立咗呢個聖經學會啊。咁成立咗冇耐咧，就發覺又唔掂啦，因為嗰陣時又共產黨又打到嚟啦，咁咧就要搬啦，480年就搬落香港啊。咁就喺香港就再成立聖經學會咧，就繼續呢個翻譯嘅工作。咁真係唔簡單啊，又要走難。又要學新的文化語言，跟住又要涉及去培育其他的人，又要去拓展一個聖經學會，又要搞好多的嘢，跟住好多的變化啊，身邊都咁，但係咧佢喺50年代中期咧就完成咗舊約初步的翻譯啊，咁咧一直至到咧六百年啊。前後30年工作啦，正係完成咗呢一個詩歌版嘅第一版。咁嗰陣時都未叫做詩歌聖經嘅，咁嗰陣時咧叫做聖誕聖經。嗰陣時係600年12月聖誕節推行嘅，咁亦都有人叫做白冷聖經啊。咁係後屘咧就呢個聖經號咧就以呢個董詩歌咧。為其中一個的主簿，所以就將這個聖經稱為詩歌。
就唔係包師高，係董師高。董師高係方濟各會士會裏邊咧一個好出名嘅聖人啊，一個來自蘇格蘭嘅一個聖人，好出名噶。咁咧就就以呢個為命名啊，師高聖經。咁所以都係啱啱過咗幾年前，已經過咗50周年。佢哋慶祝嘅時候，我都喺香港有機會參加嗰年嘅聖經大會啊，喺香港。咁呢個師高聖經咧，所以係雷神父咧，雷神雷真福咧，即係將佢嘅一生，窮佢嘅一生，以愛嘅精神咧，去寫下，去寫下。所以今日即係為我哋嚟講得益好大，我哋嘅禮儀啊，我哋嘅閱讀啊，我哋嘅讀經啊。我哋能夠有我哋自己還嘅語言咧，可以讀呢個聖經，了解呢個聖經咧，都係拜託雷神父一個外地人，願意去愛我哋嘅民族、我哋嘅語言、我哋嘅人民咧，去到一地步咧，窮佢一生嘅力去研製成呢、這個聖經嘅翻譯啊，唔容易，真係唔容易。佢當中亦都有好多嘅勞碌啦，佢亦都要負責香港嘅香港區咧、大陸區嘅方濟各會啦，亦都要去呢、這個當中又要去新加坡嗰度咧開拓佢哋嘅分會啦。曾經有幾年嘅時間咧，佢60年代咧要兩邊奔走啦。咁佢係76年1月26號死嘅。76年1月26號死嘅。嗰陣時我出咗世啦，但係我都唔認識呢個人嗰陣時嚇。咁啊，系啦，咁所以得闲有机会去坚尼地嗰个圣经嗱，喺香港嗰啲去坚尼地嗰个圣经学会嗰度咧，去嗰度系圣人嘅足迹啊，系一个外方传教士嚟到咧，留下咗佢嘅心血，亦更加表露咗彰显咗咧天主嘅爱啊，可以推动我哋去走到几远。同样我哋都系啊，即系有时。即係你要諗翻，即係好似今日嘅讀經一咁講希伯來書裏邊咧，嗰啲人哇，天主許諾咗或者派遣咗去做一樣嘢，真係唔知道，可能係唔會成功嘅，可能係無底深潭喎。講到呢個阿巴郎，天主派佢，你去啦，咁去邊啊？冇講嘅喎，即係知道個開頭，但係唔知道終結嘅，唔知道幾時嘅喎。應承就應承咗好多嘢啦，阿巴郎你會有好多子孫啊，多如星同埋沙粒咁多啊咁。咁但係等到成100歲正生第一個，淨係生咗一個。生一个伊撒噶，仲要佢过几年之后就话你攞去祭献啦咁，咁唔系好简单嘅嘢。我哋有时我哋嘅生活都系，天主有时俾咗啲许诺我哋，或者我哋喺祈祷里边得咗一啲嘅恩惠咁，或者感觉到天主要我哋去做一啲嘢，好似好困难嘅嘢，我哋会话点噶？究竟去边噶？会唔会有果实噶？会唔会成功噶？结唔结到尾噶？我哋会好多咁嘢。他说信德是今天这个我都要看回个读经的用词啊，很喜欢他的用词。他说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是未见之事的确证。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即是怎样，即是说一定会的啦，信德是告诉你知，我你未见到，信德这个恩赐就令你未见到的东西你知道天主掌握住。未见之事的确证就是说那个结果，虽然我见不到，但是这个结果的恩赐，这个结果的功效，这个结果的祝福现在已经发挥着。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天主许诺了要祝福给我们，去召叫我哋去做一样嘢嘅时候，我哋就算未知道结果，未知道可能喺我哋再生年嘅时间里边会唔会成就都好，就系因为我哋相信信任天主啊，呢个已经有一个圆满嘅实在嘅祝福咧，系喺度祝福紧我哋。我谂当时雷永明神父都系咁样嘅，佢都可能会谂过，佢认唔认得成嘅咧？天下大乱啊！又打仗又走難，可能就不成。我自己又言語上又硬是差少少，要涉及其他的中國人，搞不搞得成的呢？會不會很混亂的呢？
会唔会点样嘅咧？但系佢坚持住啊，天主如果要成就嘅，有天主成就，自然当中嗰个果实咧，就算我做唔完，会有其他人做。所以佢就部署，容许天主用佢身边可以揾到嘅人。所以有时我哋都系要怀住一样，就系唔好自己咁多担心，唔好大家个大大自己咁多咧顾虑。如果系善嘅、系美嘅、系真嘅嘢，天主摆咗个种子，俾咗个能力，见到有初成嘅果实咧，唔好惧怕，就向前啦。天主自然会照顾，自然会照顾，系佢就系透过咁样咧，会成就好多我哋喺谦逊里边，喺倚靠里边咧，去成就伟大嘅事。我相信最初雷神父都冇谂住个后来嗰个发展会系咁样，都冇谂住诗歌圣经嗰个完结嘅时候会成就咁样嘅一个事业嘅，会涉及咗到依家咧会有圣经学会啊，好多其他人啊，可以参加呢个研究啊，同埋拓展嘅工作，呢啲都系天主做成就，佢只不过跟住跑嘅啫，佢只不过系将佢自己有嘅摆出嚟。望住天主信靠佢咁样行，让我哋亦都系一样，让你一样，亦都让我哋今天咧再一次啊，星期日嗰阵时都讲过呢个圣言嘅周啦，亦都让我哋咧再一次今年咧就愿意去再走近圣言，每天去读圣言，每天去容许圣言去改造，去渗透喺我哋里边嗰度，让我哋唔好觉得系烦厌。让我哋唔好觉得系帮唔到我哋或者好斋好闷好干好干枯让我哋一次又一次，无论系晴天又好，雨天又好，无论系好多得罪又好，无论系好枯干都好，让我哋都拥抱圣言。让我哋一同祈祷。今日我哋庆祝真福雷永明，让我哋为所有嘅研究圣经嘅推广圣经嘅人士，无论系神父、神职人士又好，平教友都好，愿天主俾佢哋更有效嘅生活见证。让天主亦都赐予我哋向往圣经当中咧，能够更加被圣言感染。唔单止成为能够可以讲，但系最紧要能够活出圣经里边天主嘅临在，可以让更多人咧能够透过圣言去与耶稣相遇。我哋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我哋为各地嘅圣经学会嘅需要咧，佢哋嘅活动咧，佢哋嘅工作咧，祈祷啦，当中嘅人士啦，求天主赐佢哋活泼嘅信德咧。愛德咧，望德咧，為呢個方濟各會咧，各地嘅方濟各會士咧，佢哋嘅需要咧，願天主祝福佢哋咧，幫助佢哋咧，更加能夠活出嗰份犧牲嘅精神，見證於聖方濟各，亦都見證於雷永明神父身上。我哋同聲祈禱，求主俯聽我們。为好多喺回应天主嘅路上咧，遇到困难嘅，遇到觉得好似力不从心嘅，或者系唔知道前路会系点嘅，求天主去辅助佢哋，唔好因为睇唔到个果实吓，睇唔到人哋嘅支持而轻易去气馁。愿天主帮助佢哋咧，能够更加依附天主，望住天主走。我哋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为喺疫症下咧，各种嘅需要咧，病人嘅得治愈咧，亡者嘅得天堂咧，临终者可以依附基督咧，喺种种嘅经济上压迫啊，被隔离当中嘅心灵上嘅困扰啊，喺高危嘅地方啊，喺长期护老院啊、医院啊，唔能够同亲人相聚啊。而得到精神上、灵性上的振奋啊！愿天主都一一去探访、去祝福我哋，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
为未信嘅人、未认识天主嘅人，误解咗我哋信仰嘅人，被教会人士伤害过嘅人，我哋都要一摆喺天主嘅台前祈求去引导、去祝福、去转化、去医治。我哋同声祈祷，求主辅听我们。天父，求你聆听我哋嘅呼叫，灼热我哋嘅心去渴求你嘅声音，特别系透过圣经、透过圣言，能够更加认识你、爱你、回应你。以上所求系靠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力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力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各位弟兄姊妹，请大家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上主，我们为纪念真福雷永明而向你呈奉礼品，求你因你诸圣的代祷接纳我们生活的奉献。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请举心向上，请众感谢主，我们的天主。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你藉着诸圣令人惊奇的信仰，使你的教会不断革新和成长，并给我们提供了你深爱世人的作证。你藉着他们杰出的榜样，激励我们追随基督。你因他们热诚的转求，帮助我们作你救恩的生活见证。为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和圣人欢欣颂扬你，高声向你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主啊，我们纪念你的赦亡，庆祝你光荣复活，期待你光荣再来。上主，所以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
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圣体圣血之后，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多默，辅助他的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他的正配圣约瑟、诸圣宗徒、真福雷永明，以及历代孝爱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并求你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一切崇敬和荣耀归于你，全能的天主圣父，给予你同体的圣神，世世无穷。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领主荣，主说：你若愿意是成全的，去变卖你所有的，施舍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神领圣体经，我的耶稣，我真心传信你在圣体圣事内，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的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
请赏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吧。我拥抱你，完全与你结合，像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别让我再与你分离吧。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你在诸圣身上显示了你的救恩，也证实了你对我们的爱。我们在真福雷永明的纪念日举行了这感恩祭宴，愿我们所领受的神量圣化我们的生活，使我们来日能与诸位圣人一起共享永恒的救恩。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弥撒礼成你们去传扬福音，感谢天主。向圣灵厄尔总领天使祷文。圣灵厄尔总领天使在战争的日子里保卫我们，免我们陷入魔鬼邪恶的阴谋和奸诈的陷阱中。我们谦卑地祈求，但愿上主谴责他。上天万军的统帅，求你因上主的威能，把徘徊人间、引诱人灵、使其丧亡的撒旦及其他邪灵抛下地狱里去。阿们。我们献上这个慈悲串经，继续是为最有需要的人，特别是临终者、亡者的需要。此刻是遇到最大的风浪，有如福音里面好像四周都绝望黑暗，不知道、看不到、感觉不到天主就在船上的。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他的唯一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因圣神降人，由童贞玛利亚诞生，就搬着比拉多时蒙难，他被钉十字架死而埋葬，他下降阴府，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他升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他要从那里降来审判生者死者。我信圣神、圣而公教会、诸圣的相通、罪恶的赦免、肉身的复活、永恒的生命。阿们。
永生之父，阿爸，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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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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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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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阿爸，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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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
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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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